调香师。怀表，你不交，这边是我打算交了金针之后，我们再过来撞。那这边看能不能拦住空姐，拦不住就没了。难做，本来这就炸了呀，金身倒不撞，现在全体是加装在这儿。Yeah.
没重修机子，这还有怀表的呀，人都傻了。炸了呀！但金身人没拦住，就很炸。为什么还有耳鸣呢？娃娃店这么多的吗？从那个小木屋的门跑到这儿来的。这个输入法怎么跑上面来的？我也没丢，这都砍刀了。
了那眼。我是没收紧啊。差一台，这种就还好，他永远都差一台机子，没球的。有戒尸的话，估计已经修完了。哎呦，我失误了。在摸人，没有。一定要摸空姐的，空姐往四号机跑，不然这人救不了，直接过去吧。但空姐有针，我觉得他针应该是用过的。
都磨好了。只能平，不想平了。哎呀，这最后一刀还打了个乌人。哎呀，每次都是被这个方块挡住了。我日啊！揍完你个蛇皮丸。
九人位。不让这个前锋去找人摸，他找人我就追。他倒了没怀表的，空姐没怀表，先知没怀表，调香师有，只有调香师能救，他有一瓶香水。我死。比较好了，卖的了。哎呦，还空刀。我打了骚扰，不让他们救人。
就开始修了呀，整个天印系的功夫就有人已经修了。空姐，我都没看怎么踩的，差点被震死他。我现在把虫洞打了。这不怕金身的呀，你觉得你跑得掉吗？可以，你帮他扛狙，那我杀你，两个人反正得死一个呀。这么痛的吗？死位他也跑不掉，我闪现好了。都踩到脸上都不下呀，真是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这你还插个刀，本来这时间挺赶的了。真的是说不出话。
能赢的局非要搞个平。好了，真好，开局结石，麻烦出来了。注意一下他的娃娃就好了。当没看见你的人。要死保他了。哎呀，致命空刀！
你就不救人吗？那就不呗。我还以为这个还是天空。正好开局结实，弹射呢？强十三连，这机械个屁！这不黑妹吗？你是真敢翻啊！我说我听见什么声音了？滋滋滋滋的。卖了，
不敢过来了。不知道在等啥，要扯就扯嘛，等的话不给我机会吗？确实，直接追，僵硬是他了。他是真能跑啊，就专找没眼的地方跑呗。怀表差点打到，哎呀，人傻了。
顶着眼修呗，接着修。刘总，这别救人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，两次了。靠，修完了。平了，真的烦。我贴脸打了刀，上我鞭尸。这波黑妹打个受伤，他绝对不会过来骚扰。他的三连就一个火就把他带走了，结果那刀编到尸体了。仙子。跑木马了呀，钻，你敢钻吗？你不钻。他是跑上瘾了吗？还跑？可以跑完这个木马，跑另外一个。你真就不只跑，真就只会跑。
盔打着了，丢眼也算互动啦。完了，我探出天际，哎，差眼也算互动啊，那我没了呀。都没打到，人都杀了。快点，切得好快啊。哇子，就差那么一丢丢。真给力啊，还不刷推进器。已经够惨了，还不够惨。好像是双十一不休，那这边是吉尔斯的娃娃吗？空姐，
那去找人吧。他这种就很烦，钻都还没打上，永远也打不了双刀，人也不会倒，空姐还把自己电击补了，补了还能再玩一会儿。满手鹅皮，怎么都赢不了。要好了。每个推进器又穷，前面还低叫嘞。他的运气也是够悲催的，跑了三个刷点都没地胶。不拿狙了，拿狙白给。我跳箱了，这就当面拒你，你都不交呗。
但我抓到调香三台都没了。看吧，这就是节奏呀。然后你又不能把它放走，它应该是有怀表的，这下板速度。还不能让它进了洞，角落机，进了洞就没了。要不是有底牌，这把早没了。不谈东西了，要拉满球啊！还有球，那人都傻了。难打了一匹啊，兄弟。盲女。转阴漏了。
开五拐二级火谁求得下来，安琪拉屠夫根本拦都拦不住。就比如说刚才他失误了，前锋失误了，杰克模拟一下，我给他一个不认，他一个加速一样救得到人。蜘蛛吐他一口还是一样救得到，没什么卵用，反正总归他二十秒总会触发出来。狗地叫了，等前锋死，这鸡也是想自救就自救吧，让他救。那娃娃都不救了，都不打算救自己。你看二级火多强啊，血条满血条直接死，加我17分。废墟盲女，他躲在这了。不待在这的话应该小木屋，看吧，不是小木屋就是废墟，敲档的声音太明显了。等呗，那我你等我等火，
哎呦，关键时候没领域了。还鞭尸，哎，失误了。不要去再去杀盲流的呀，大不了他交一个治愈呗。还挺多，送了，知道赢不了，没治愈。因为用兵的话，如果矮骨鬼那个火没打中的话，就炸了。在，中场已经到里面了。直接追吧。要抓盲女就要抓快一点，抓得慢就没。吉尔斯在外面修得挺舒服的，慢翻出去了。下一个波人应该就死了，没有鸟。好了，佣兵，那不需要，我在这等着，不需要去搞的，何必呢？就在这等。他从后院护臂弹过来的，他必倒，
他必须倒，不倒赢不了。OK， 然后我再想先烧暖女，不扛刀了。换长野，应该早点换的。早点换的话，这佣兵就爽了。又是一个怀表。不着急，我这边丢个眼线。抓个盲女的还招不着吗？二级隐身。娃娃，把他挂了，杀娃娃。我好像不是娃娃。要好的。感觉杰克你拦不到人，届时没拦住我，就会平二十秒，硬是拖电机拖好了。看佣兵倒，佣兵确实是倒了，这边盲女也没溜多久。闪现也就一分钟，闪现正好好了，仍然是赢不了，这就是其他特服的弱点。你手伸就没什么卵用。雷达子的亮啊，不交。弹射空姐吗？
瞬间就不修了，重新种。得双刀啊！双刀不了。一切施救，拦住他，能赢；拦不住，输。这螺旋刀子是？挂不了的弹刀，哎，打中就没了。没倒，幽冥没倒，火空了。